天黑请闭眼。狼人现身，请睁眼。狼人确认人是身份。狼人请杀人。我刚刚有想要集中去看所有人的表情，然后我什么都看不出来呀、啊。其实刚刚一号给我的资讯没有那么的多，然后我还是觉得女巫或预言家一个一定要跳，然后如果是女巫先跳了，那预言家就可以先多查一晚，多留一晚，然后这样子。然后现在女巫只要没了嘛，我觉得女巫一定要跳啊，然后跟我们说她第一晚救人是谁，再发一个引水，我们狼客也比较好排。然后预言家，我们好人们也是要小心，可能预言家跳的他是狼王，然后我们先看发言，反正二号其实也没什么资讯，然后就还有刚刚在敏牌的时候，我看到七号感觉。好像有一些身份这样，然后，我会着重先听七号发言。好，过。哎，到了啦，我这局肯定是好人啦，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因为这局就是我觉得一号有点滑鼠，然后那个二号他有在帮好人做事啦，我觉得，然后刚刚在免牌的时候，我觉得主任有一点点的那个。我觉得主任有一点点的严肃，然后我想听听看主任怎么说。然后我这局你们可以不用怀疑我，好，你们越战也不用浪费票来验我，因为我这一局是一个好人，我一晚是没有睁眼的，我是全程闭眼的玩家。然后我是三号，我是好人，过。我到我了，然后我觉得，三号有点紧张，然后二号在帮好人预票了，然后一号是过水过得太严重。然后后面的，因为我们是挑发言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现在罗点一下好了，好，我罗点一下好了。你们可以不用，你们可以越家可以不用查我了，因为我肯定是一个好人。然后我觉得，那个主任刚刚真的是确实是有点严肃。然后一个一个点来哦，三号我觉得他有点紧张啊。然后我先把三号列入狼坑先，然后我们要踩你哦。一号过水就过太快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狼。然后一号跟三号这样子算来的话，我觉得。七或者是八了，我觉得七或者是八，一定会出一批了。然后这样子好了，其实如果你们杀我的话呢，我可以启动角色技能了。然后我是好人的，我是猎人，好不好？我是猎人。然后如果你们杀我，我一定会杀到一个狼。然后我来看主任等下怎么归，然后我再去想说我要去开香水。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，谢谢。好，过。我是五号，然后刚刚，一号跟二号的发言，一号有点过水，然后我会比较轻踩一号啦，因为他的那个发言，不是讲很做事，那我这边是一个好人的身份，然后我不太相信一号的说法，然后二号，
二号他有叫女巫跳出来，可是，平安夜我们也不能够排除女狼人会不会知道这个事情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六号发言了，啊，过了。好，换我发言。然后首先我刚刚觉得，一号说的有点过水，然后我这边看一下哦。二号是说有女巫或者是预言家跳出来，那过我去看七号被挑预言家，因为他很常悍跳。然后我在想说，会不会是一号跟二号都是狼？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性比较小。然后主任，我觉得他今天的眼神怪怪的，我在想他到底会不会是狼。然后首先我来排狼坑，我狼坑是一号、二号跟七号，一号跟我看一下哦，一、四、八，目前啊我是乱踩了，我是乱踩一通的其实。然后我在想，等一下如果七号这跳预言家的话，可能我要先观察一下。好，过。到发言了，然后刚刚我是觉得零九刚刚有叫神跳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既然礼物都没有跳，让我现在是因为有一批查杀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听零九的话，因为我今天觉得他有点怪怪的，我觉得他视角有点广，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晚上有睁眼的，那我也有睁眼的，可是我绝对跟他是保持不同的视角，因为我今天我就不说我是什么身份了，我只有脱衣的。我是预言家，今天我是预言家，然后我本来是不想跳了，因为刚刚前上一晚我查到的是一个查杀，所以我必须跳出来。然后九号是一个查杀，对，查杀，直接晚上直接票查杀过九号一定是查杀。然后我前几天跟零九有在想，今天玩狼人杀的时候一定要宣传一下我们的歌啊，天黑请闭眼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。破路版我会出新歌叫《天亮请睁眼》，对，我们已经出了，没有错，对，然后。其实我是想要投九号啦，因为九号一定是一个查杀嘛。可是如果逻辑强，因为刚刚他有一点反应，如果他有看什么东西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听他的发言的。对，然后我这一局是觉得零九，像今天有一点点视角有点广啊，因为他是二号，我觉得他发言的东西特别多。然后十号我听主任的规定他会怎么说？好，我是预言家，九号查杀，过。七号你刚跳了一个预言家，你查杀了一个九号。我觉得你查九号，这边现场有零九，有主任大高文，你查九号，你查个毛？就我觉得你的预言家身份是不作死啊，根本我就觉得不作死啊。然后我现在比较怀疑的是一号因为划水划太过了，你平时是真的是平民，你划水，但你应该改变一下你的玩法，你像当狼也是这样划水，所以我觉得。你好人身份不作实，然后我刚在看零九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好人身份作实啊，除非刚刚人家十号有看到什么地方的话，他可以说出来，然后我们再看合不合理这样。然后三号对，这个是三五跟七啊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刚刚。那个七号发言真的太怪了，我觉得这个预言家我做不下，这个真的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十号怎么归票啊？十号怎么归票？主任，我希望他不是一只狼啊。好，过。我才是预言家，主任精髓。七号你跳狼跳得太牵强了 ，You are so bad。这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会跳预言家，不可能的。然后你发了一个我查杀，我觉得这不太合理。总之今晚绝对是票七了。然后我们再看十号怎么主任怎么归票，因为他肯定是我精髓，你们可以相信我。虽然我是跳预言家跳了很多狼，然后跳预言家，可是这是我是真的预言家，你们可以相信我，真的。十二号，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真的是预言家。然后。待会如果下一晚我还没死的话，我会查二号，因为二号今天给我的感觉上，他说的有点多啊，我不知道。总之我知道七号一定是一批悍跳狼，他又跟我悍跳狼，我发我一个查杀，
对，大家可能都会觉得，为什么狼冤家查了一个狼一定要跳预言家，但我就正是预言家，不要 so bad 七号 ，so bad， 所以我们让主任发言，但是这一把我会归票给七号，然后再看主任讲归谁，我再看合不合理。好过。刚刚七号跳的这个预言家，我不收，我觉得不太合理了。然后我反而相信九号是真的预言家，真的预言家，因为他给我的感觉跟整个发言的程度上来讲的话，他比较坐实好人身份。然后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刚刚零九你刚刚的 bug 也太多了，零九。因为你如果是个好人的话，你不可能会就这样的说出这一些道理，而且连二号你笑太广了，林九，知道吗？然后先听我的，先听我的，然后我们先投毒二号，先投二号，女巫晚上毒七号，还有一批狼，其实我是看不太出来，但是我会觉得一跟三之内会有一批狼。可是我心里面坐实的狼坑是一号，因为他感觉太过水了，然后他过水的之余他带点紧张，而且反而刚刚他在跟我对到眼的时候他竟然飘了一下，这个飘呢有点像是之前看到那个谁 Kim 他躲避我眼神了，躲避我眼神了，然后那我来对号逻辑强，一号刚避开了我的眼神，然后二号跟这个一号啊过了一个水，然后在二号在二号而已，他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广的视角？这不太对啊！然后七号跳了预言家，他查杀了九号是预言家，预言家跳这个预言九号跳了预言家这个身份，但我觉得九号比较坐实，所以一二七 game over， 投了投了。过，请大家进行投票。三、二、一，进行投票。二号淘汰，请进淘汰区。我演的呗。我是预言家，然后又带枪，对，然后在缅牌的时候，其实好，我狼队友们，屠神，然后我带四号，带走四号。